来臭地门，风里雨里，下饭时间等你，点赞加关注，下次恰饭不迷路，祝点赞的各位一夜暴富啊。那么今天的话怎么玩，这个图是老八训练你，这个的话是一个老版本的素材啊，还没有熔岩柱呢，虽然不是同一时间，但是同一个车数啊。咱们给这个赵明炯吃奥利给啊，然后和他那个泡菜混着一起吃啊。他这个泡菜的话是用这个沼气密封啊，大粪水腌制14514天腌制出来的，对吧，精华啊，老坛精华，我操，致命一击 very nice 啊，不然是个人啊都想不出熔岩柱这个阴间玩意来啊，真的是玩不了一点啊。咱们多的都不说啊，自从出了熔岩柱之后啊，我再也录不到人类高质量教官的素材啊，再也打不了狗托里尼镇魂之地这种纯手点图啊。不过相反的，很多阴间图的话现在又可以玩一玩了啊。来兄弟们，战术命令开启， Oh my one more 新的一流来 headshot double kill triple kill， 我操我操，恢复强化也来兄弟们，咱们这一把这个技能不是一般的狗托，开局就有致命一击快捷加恢复强化 2.0。当你看这种技能的时候，你知道我这把干什么对吧，提前来一刀一炮，一刀一炮 one more time， 这把全都是小，咱们不进这个厕所，我们在外面打游击啊，能杀一个是一个，这你出六级我操被炸下去了啊，好别急别急别急，先往前点住，不要开战术墨镜啊，咱们先上这个中间这个山这个位置来，战术墨镜开启， Oh my one more 新的一律啊，单杀个憨憨 bot，过来一个带环的母体啊，咱们差速的话单杀一个小奥不是问题，母体的话估计隔天搞不定，还加血是吧，好咱们假动作骗下去，操没骗下去，操他妈自己下去，那种事啊自己骗自己是吧，好咱们回这个车手开飞奔跑路啊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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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ice， 来战术墨镜开启， Oh my god， 哎呀他妈这个厕所里面不适合玩战术墨镜啊，他这个视野局限太大了，这样的话咱们差速虽然说是个移速的啊，不过咱们有恢复强化二点，咱们开个觉醒血立马就回了上来啊，你能炸死我，你能秒我，你能秒杀我啊，咱们门口的话放个扩建啊， What the fuck， 我他妈刚放扩建他妈就人人受辱是吧，我操，哎不过好像炸死两个不亏啊，不亏啊，这把话也光速十遍，咱们是 7K 杀的 MVP as usual，不过咱们这把刚好啊，快出六级 F2 啊，咱们等会儿买个九四，买个光刀，哎，第四把九四它就是一把传奇武器啊，人胆杀人，佛胆杀佛，哎，插手又随到了啊，怎么那么好随呀 啊，他妈平时老子32000随不到，64000随不到，怎么今天他妈那么好随呀？那咱们开局还是老样子啊，先不着急进这个撤鼠啊，先去外面打游击啊，看有没有机会收几个落单的人头啊。等厕所没有危险之后，咱们再进去，不然开局话光速士兵是屌事没干，血亏啊，妈蛋！好，开局的话，厕所好像没有僵尸呀，那咱们就先进去吧啊，待会可以吸九四了，我的朋友啊，把这个门给它锯碎掉啊！是在哪儿抓的呀？我靠，装甲车那边的人吗？僵尸半天连个影子都看不到呀！哦，来了啊，是个憨憨小啊，这种一看就是自动狩猎的，我操啊！走路会赚钱的啊，他妈就一看就是路易的操作啊，属实震撼我的眼球，走路都走不明白啊！咱们来开一波战术墨镜 ，Oh my god， 操他妈四个子弹开战术墨镜，我是傻逼啊！我这可这把要不了交九四啊，因为这个僵尸半斤抓不起来啊，咱们这个条子的话可以再玩会随机再斩一斩。哎，交交交，真的是早交早安心啊！第四把九四，它何尝不是一把传奇武器呢？来，憨憨小电死！我操，你看这伤害啊！你看这伤害啊！全都是几千血的小奥啊！我电流一下就是3000-4000的血，两下就没了。看这把有没有人卡 bug 啊？咱们创一下这个地板，应该是没人卡 bug， 因为它没有显示伤害啊。啊，咱们抵着口子这杀，抵着口子这杀。这个僵尸的话，这把是彻底自闭啊！应该他妈都是那种后面那种小白变僵尸啊，一变僵尸的话就自动狩猎。哎，所以说说实话啊，老版本的话就是在于这个僵尸体验其实不太好，对吧？新版本的话是僵尸体验太好了，人类体验一点都不好，所以有利有弊吧。啊，咱们继续点，继续点，哎，这个僵尸一败涂地啊，简直逊的不行。啊继续啊，看最后还能不能收几个人头。
行吧，这话真是整把都自闭啊，整局都抓不起。咱们这是7K 兼18个助攻，双 MVP 达成。我怎么是 MVP as usual？ 那么从这把开始啊，咱们全程都手满啊，咱们好不容易保下来的94啊，这可不能浪费，对吧？哎，因为这个话后期玩随机也没什么收益啊。当比多之后啊，打游击必白给啊，必备投 S 啊，咱们只能守这个撤手啊，所以94它还是一把传奇武器。嗯，希望这一把的话不要您已备啊，不然咱们辛苦保的94他们就成小丑了，知道吧？咱们上这个平台这儿保持好距离啊，下面尸变。哎呀，年轻就是好，倒地就睡啊，死在这个浴缸里面啊。你想泡澡了不行啊，你要去那个叫什么，这个洞我记得好像确实有个澡堂的，还是个露天的啊，在那个梯子的下面。哎，那咱们去泡一泡，像个大水去泡一泡啊。这把真是有点小自闭啊，没人卡 bug 哦，有人卡 bug 那没事，卡 bug 就不会自闭了。该玩之前的话，这个图确实挺不好破的啊，要么卡 bug， 要么扣 F1 啊，否则的话根本就进不来啊。你看这门口啊，有五个甚至四个齿轮在这转着啊，僵尸绞肉机是吗？嗯，我操，被勾下去了啊！咱们还要往前面站一点点啊，因为这个地方的话，僵尸干部会从地里面展出来啊，非常的危险。嗯，稳住稳住啊，瘦如炸个不停。操，再中赤剑，我操，我的老子保了一整把的九四，他没开那么几千人直接被抓掉了。反扣反扣反扣，一个两个两个两个三个，也没三个也没三个啊，我六都没开呀。不过咱们这个等级的话刚好可以买九四啊，这把如果不白给的话，咱们可以打出超进化变成阴书搞起啊，咱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七局满级，不是问题。不过这把的话咱们好像没有绿帽子啊，没有帽子的话可能七局满级不了啊，啊，有帽子的话可能六局就可以满级。把门打碎呀、啊、真的是憨憨 Jessica。 哎，往里面走一点呀，啊，站着茅坑不拉屎是吧，啊，大屁股锁一个人占三个坑位啊。那么看句话，两个母体又没抓到人，又被秒了，对吧？不会又自闭嘛。不过这个番的话僵尸还比较聪明的，他们会卡 bug，只要会卡 bug 的话就是有机会可以抓人啊，别那种憨憨对吧，整局在门口无脑送啊，哎，永远抓不到人。好，我们打九四的右键啊，咱们注意好啊，我们一定要站前面这个位置，站后面的话容易被顶出去啊，就顶到那个粉顶下面去。这把的话我要等一个暴躁老哥扣 F1 把这个撤手给他破掉啊，看这把有没有暴躁老哥叫 F1。 哦，暴躁老哥扣 F1， 兄弟们扣 F1 真是牛逼啊，我们正是需要这样的暴躁老哥来帮我们破这个撤手啊。哎，我正愁僵尸抓不起来呢啊！谢谢你 F1 的暴躁老哥啊，咱们超进化也出了，不过先不交啊，先不交啊，分什么超进化开始，超进化结束，超进化的话一定是要 2.8 2.9 的时候交啊，才是最把稳的啊。这话咱们稳住啊，僵尸根本就进不来。他这个 F1 的话，我操，什么玩意儿啊，有人卡 bug， 有人卡 bug， 咱们这话要小心点了。哎呀，这把九四杀疯了，九四太香了，我的朋友！哎 ，what the fuck， 我操！好啊，咱们就当无事发生，咱们对吧？虽然不是顶着出去，但是咱们又平安的归来了啊！好，点住，点住，点住！啊，这电视话属实拔太行啊！有没有第二个老哥过来扣给 F 一啊？咱们还是离门远一点啊，不然待会被 F 一狐狸啊！咱们站这个浴缸这个位置啊，他们 bug 点的话是扣不到的，因为他 bug 的话只能穿一层墙啊。这个浴缸的话，现在相当于说是两层墙啊，所以要电视话卡到这个上面来。咱们贴着门打就完事了啊！门口的话有一坨红红的赤剑，咱们疯狂打赤剑啊！这个是我的好队友呢，就他可以把队友给炸死啊！我操，地面展出一个悬盔了，他要是背对着我，不然刚才差点被抓了啊！把他点死啊！憨憨小玄子，他这个卡 bug 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往后面卡一点点，就站那个桌子的后面卡，他刚好可以卡到这个什么人堆里面来。我在考虑这把要不要叫超进化，因为还剩一分钟的时间啊，打到结束的话肯定是保不住的超进化。去送抓的话倒是可以保到下局啊，但是你们别忘了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您已备过啊，捏条子捏到最后他妈您已备，他妈纯小丑，纯属的 Joker， 好纠结啊兄弟们，这把交不了超进化呀，我操，快压不住超进化 2.8 现在，再混几个职工再杀几个电视化就没了。哎，去开过六吧，开过六的话超进化应该可以保得住。滚到这时让我出去，他给噎死，我操，一个都砍不死啊！好，被抓了，没有关系啊。那咱们还差那么一点点，扔几个兽额啊，补一下这个条。哎呀，这些猪选回的脑袋呀！啊，咱们去泡个澡，啊，把超进化啊！我操，这水好脏呀！啊，
我那么可爱的小斑比怎么能在这里面洗澡呢？一定是大肥泡过的水，我才不进去呢。啊，好，咱们这把人类胜利啊，完美拿捏超进化。但是如果下一把咱们 F2 坏掉了啊，那么 Louis Mother must die。来，超进化交了出来 ，very nice。哎呀，咱们这话输出拉满，马上可以变成音书，又快切又致命，但是没有补液啊。3000的大炮脆皮英雄，哎，懂我的意思吧？又或者这把僵尸也抓不起来啊，所以乾坤未定，鹿犬没马。啊，这把话，我操，我操，我操，抓这么快！我操，冷血 buff KWB 来 headshot WK， 我操，两个钢骨破这个撤手有这个必要吗？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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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一吸一个一个一个，稳住稳住稳住，来 handshing OK， there's nothing to be fear 啊，来，什么快切关刀快切关刀，哇，兄弟们，咱们这把开局关速尸变呀，这把咱们一定要稳住，一定要稳住啊，这把咱们有3分的突防时间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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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快切关刀快切关刀，94再垫一下垫一下垫一下啊，小丑钢骨帮我打工了，兄弟们啊，快点说谢谢钢骨啊，谢谢钢骨啊，这个爱意有点激励啊，开局两个大 F1 帮我破这个卧室啊，知道咱们背景英雄话你也不用这么客气嘛，对吧啊，好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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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什么奥运武魂人士，我操，要撤撤，好，稳住稳住稳住，咱们开个觉醒，开个觉醒回血，好，咱们交这个武器库，买这个四级炮来，兄弟们跟着我的节奏来，一刀一炮，一刀一炮 ，one more time， 我操，太顺了，咱们 F 的话再买个蓝牙棒啊，来玩炮锤。操他妈差一点点神秘有先见者啊，难受了，我操，要撤要撤要撤，咱们一炮过去血又吸了回来啊，血吸了回来啊，我身体也没有一滴血是自己的，打这么一波下来啊，血型都给我打遍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从 O 型变到 A 型，从 A 型变到 B 型，从 B 型化变到野兽型啊，看这样有没有机会啊，打出这个6级 F27 这个天使啊，只要出了天使之后啊，僵尸就毫无胜算可言了，对吧啊，这把两个大 F1 的抠过啊，应该没有恶魔阵，我的天啊，咱们可以当一个墙角战神来，一刀一炮，一刀一炮 ，one more time， 哎，舒服的飞起！啊，别急别急，稳住，马上出六级 F 二，咱们起个天使啊，天使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对吧？玄魁啊，你尽管抠，尽管抠，来，天使在手，天下我有，天使先展开。好，给我逮住吧，逮住吧，你又被我一个人包围了，马上召唤我的天使啊，接受天使的制裁吧，我的朋友，操，天使没有能量了啊，先别急先别急，现在话不能起天使来，天使展开准备接受天使的制裁吧啊，跳皮逮住我的朋友，哇操，太爽了，玩什么四件套呀，刷屏未必靠四件套，炮刀永远是王道，只需要一个天使就可以再杀腿上，天使才是真传奇啊！啊，别急别急，稳住稳住，他们天使又没能量，真的是烦呢，哎，憨憨之前帮我堵门来了，老弟，我操，这一刀下去他妈砍死八个僵尸啊，有点爽有点爽，奥义很爽，奥义操他炮没子弹，真的是啊，然后当光刀的话血有点吸不过来，咱们交个武器库啊，补一下这个炮的子弹啊，来，他怎么还是没子弹呀，我操，什么逼玩意儿啊，哎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啊，这个武器库他不加子弹，我操，很奇怪知道吧，很奇怪啊，哎呀，操，牛逼，还把我给顶住，这件事，哎，笑死我，什么情况，为什么现在武器库不加子弹呀，我操啊，这波的话有点难受啊！妈，刚刚应该武器库买个无人机炸一波的，我操啊！102K 啊！刚刚无人机炸一波的话，起码上120K 的，我操！不过咱们一口气上了18级，直接干到满级的啊！我操，还来了个绿绿的技能呢！做全盘唯一的一个四件套代师，我毕竟我的 F 二怎么坏掉了？你啊！满级路易给他的惩罚竟然是您也背啊！大概没机会跟抓一个人，跟抓一个人，哇操，无双案这么快，他妈一个都抓不到，他被无人机盯得死死的，动也动不了，他妈上把啊，上把他妈 F1 还叫，真的是，兄弟，让陆毅来抓，让陆毅来抓，